吃吃火炉的米。这是么子品种哦？是大豆发那个。哦。这个就是大豆发。产量好噻。产量一般的，那个不是大豆发那个，不是大豆发那个。好。一亩有一千斤不？到不到。哦。这个是那个小米有一千斤不？今天采的。是那个大豆发那个。哦。那个是那个猪粮油不？是搞的机器打是不？哎。现在你莫把。机器打还是快吧？打了几亩哦？这卖了几亩？为什么打的那下打不得？还打不得？那打机器打又贵。哦。高级打也是又贵。木材是好噻。我说那个品种要得。那个品种要得啊？猪粮油吧。什么品种哦？猪粮油吧。啊？猪粮油吧。哦。哎。那一千斤油不？今年那个年纪可能差不多吧。哦。这机器卖成好多钱了哦？600多-700块钱。你国家有补贴不？这个好像有补贴的，对，没得，对。那有补贴，应该你们去买那个有补贴。安全哈，这个手要注意哦。电池也是好好。电池。哦。这种。今年大豆发那个种子，要不是那个天色嘛，那还麻烦了。种。它热到吃啊，你看。哦。那个是那个就好玩了。物质上嘛，它好吃哦。村里面统一那个。哦，比去年的产量好点不？啊，好些。好些。好点。目前没得一点。哦。哦。